那个老师要我去找，说他可不可以，有没有他要需不需要加水跟调？对，他要不要加水，然后之后还有应用的例子。然后我找到的是他是要加水，然后他连离子也要加进去。对，然后还有像大摩那种的吧，那种可能就什么意思？不用加水啦。不用加水，我还在找因为大部分比较，因为就是那个我看我目前看到，就我目前找到的啦，就是除了那个我们现在就是在搞的那个 OXDNA 以外，其他都要加水，对吧？我目前找到的是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晚上有找到一篇，就是。有找到一个，然后说他是，但是我还没有仔细的看过。哎，好像是这里吧？对，这是另外一个。哎，没有，这不是，这不是。就是，看一下哦。哦，这个是应用的。就是我这次找到那个3SPN 这一个，它主要是应用在，就是，像是这样子双股的时候，它就是会去预测说它在变性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而已，然后之后，但是它是有这样子像这样单股的结构，它会去预测的，对，然后之后大部分的人用这个四人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找到了他的 GitHub，对吧？然后 user，所以可以并到 lens 里面哦。可以，这个是在 Lens 上面直接有私人的，直接有这个 model。对对对。然后哎、他欸，这有，个要加水。对，这要加水。那水是一个 b 的代表几颗水分子？他是说。我还在找这我还在找，因为大部分的文章里面都没有说它是水是怎么样子去代表的，它只有它大部分文章都也是不是这篇，它既然有放水，应该有讲吧？有放水，应该有也讲，不是说有放水吗？都没有很明确的讲，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放水的，因为它有。那个作者他好像，等一下哦，这个是作者写的吗？对啊，这个是作者写自己他们自己写的，然后他是，哦我刚忘记讲了，他有那个三个版本，他。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 3SPN，然后但是它到后面它又有在发展出 3SPN1，然后之后在这个后面它也有发展出另外一个 3SPN2，然后之后它 3SPN1 之后的它好像说它就，它就它好像说它就移除了这个显性的，就是我不知道它这句话是不是移除了它的显性的水。然后，因为那个 display 的话，应该是显，就是它会显示出来的。然后就，但是它这样子应该是没有了。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但是他们大部分用的都还是在但 DNA 变性的时候，大部分在用的时候，就是双股的时候，它在可能在。几度的时候会解开这样子，然后之后那单股的不能模拟吗？单股的应该是可以，因为双股的解开了之后就是单股了，而且他们都没有，就是我大部分网站上面看到的都是，他们都是在模拟这个过程。他们不是在模拟单一个单股的，
他们都是在模拟说那个变性的过程这样子。所以这种混凝土它有强调说单股也有，你看 OXDN 它有强调双股、单股都可以吗？对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他也有它有说，强但调吗？是有，但是我可能要找一下。对啊，这个它是说有的。也是用这个混凝土。对，但是他们可能比较执着于就是照他们的那个方式吧。他们因为我没有看到有相关的 paper 是直接单一开始的 initial 就是单股，它大部分都是双股，然后之后去看它怎么样子去变性分开这样子，然后之后再去观察说它们之后的结构，然后。他有，也有相关的 paper 说是，所以你现在确不确定它一定要放水进去？我其实不太确定，因为他们都没有明确的说。那 example 里面呢，不是说它有一个 example 吗？User menu、user lens 里面的模组，User。它的 data 档里面，它应该有 example 吧？有，他应该是对，example，那有 data 档，你打开看看啊。看不出来哪一个是 data 档，我就都点看看，应该是不用加水的，因为它都只有，对，用 OB 头开看看吧。等一下，这好像是它 dump 出来的东西。那你把作品它用物理开，知道它是不是刚不是有 XYZ 吗？我就本都没有。不能吗？你要他都 XYZ 就写 XYZ 啊。应该是没有水，那就好了。它这是第六确定一下哦。然后那个单 electric constant 就给78嘛，因为你在模拟隐性水的环境，那个单 electric constant 就是要给78。真空状态下就是给一，但是你的模具里面有白水，你自动算出来的单 electric constant 就是78。它把水拿掉之后，你就给78，就表示隐含水在里面，所以它把隐含水的 potential 包在它的参数里面了。但是你要画一下啊，再确保一下。你再打开一下，看一下。这个打得开吗？好像打用不文开。字看一下，你用文字看一下。一个空格，什么意思？按一个空格，按一个 Enter，第一行打
打一下，你有几颗？应该是190颗，然后差190。欸，他原本直接download他没有，他不能开啊？不行。应该打190就可以，应该不用。Aton 应该不用。Aton 不用。先确定一下到底他是不是有190颗，拉到最下面。对啊，190颗。这样再开一次。啊，它左边就是 SP， 然后 AUCG， 那 S 就是那个啊糖啊，就是磷酸啊。Property， 我没有设那个啊 ，Atom types， 算了。它有没有其他的坐标可以看？其他的坐标？上面，它不是上面还有190吗？那在空里，你刚刚没有复制成功吗？哦。全部在复制。就要把它勾起来还是怎样？发呗。把你全部勾起来，然后随便选。欸，所以他 run 的时候是读这个 XYZ 档，是不是？看一下，它不是 read data。看一下 read data， 看一下，为什么就做这些？做 A， 它会抠到外面。哦，好。data， 因为我里头要认那个后面副档。82，它是什么？富偶是不是？看一下它的格式长什么样子。
看一下，因为它这好像有点问题。就 run 一下吧，好，就 run 它的 example 嘛。对，然后你再看一下它的 dielectric constant 应该是给78了，就是把水的接电长度包进去了。好，我再看一下它的它的参数档还是 data 档里面最后有没有设 dielectric constant。参数。你拉到下面。还是直接从这里看好。最下面没有的话，它就设到别的档案里面。它应该在别的。好，那参数档或者主程式。DNA cohesion 应该是这个。不是昨天给我看说他要加七变成78嘛，是不是？对、啊，我要找那个 paper， 因为我昨天有关掉一些东西。是这个吗？不是。那、啊、这 potential 之后有很多人用吗？没有哎、欸，就他大部分用的都不是。叫我找一下，好像好，你再找一下，然后你 run 一下吧。好好好 ，OK。既然有模组，那你会灌那个 OSDN， 应该也会灌这个。对对对。然后你再找一下，比如说你 Google 上面找一下 Single Strand DNA， 然后 Cold Square Model。你再多找几个不同作者的、嗯、OK 好，然后这个先 run， 然后礼拜一我们讨论一下这是不是要采用这一个。好，就是比先看 DNA 可能就看起来清爽多了吧，然后弄得乱七八糟，最后不能受到控制，对、啊、好，那我再看一下、欸、啊，他现在是三个，你他的模型对啊、是整个碱基就是包成一个 B 的，不是，不是，不是，它是，让我看一下，我要用这个，我要用其他的 paper 比较好讲，它是糖跟磷酸，然后之后碱基的话就是 base 是一个 B 的，对，就 ATPG 是一个 B 的，就然后五碳糖是一个，对对对对。哦、OK， 也很简单嘛，就三颗而已，很简单嘛。对啊，那然后就那78的那个，我再去看一下。对，然后它的长程力是用什么？是用 color 吗？看一下它的 potential， 还是要不是它的脚本里面？长程力 coefficient 就是静电力啦，静电力看一下有没有提到 E-word 或是 PBBN 什么的，
么意思 ？PDBM 如果没有长战力的话，那就还不错。不然那个要算很久。长城力啊。欸，等一下。他的库轮是用什么算？他库轮。库轮。我找一下，库轮，他是用一个什么 VQQ 的，你可以去算。我要开之前的。好像叫 W 这个，他这个写的比较整齐一点。库伦是这样的，对，看一下库伦，他这个 exponential， 所以这个 exponential decay 的很快，他所以它是短程力是不是？看一下 VQQ， 算是，因为 exponential decay 的非常快嘛，所以它应该是短程力啊。应该是短程力，因为它好像是用，对，它这应该是短程的。因为它的 color 是九，是不是？还是什么？没有，这是 stacking， 这不一样。这个是同轴的那个堆叠的，就是它堆叠都是这样子。哎、欸，这个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没有水，然后又是讨论到库仑地垫，对不对？大风的库仑地垫还要加长能力，太复杂了。对、啊，但是那个它这个是第一版的，对，它后面还有在做一些修正，然后之后，欸、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一项的话就是。因为它有 R， 但是它是容易，对吧？然后说，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它第二版是没有水，所以我可能还要再去找一下它的 equation 这样子。那 Lens 里面那个 user 这个是第几版的 ？User，Lens 当落下来就有这个 user 的那个 package 吗？还是要附加上去？应该要附加吧，等一下。所以当漏下还是没有这个模组的。嗯？我去 Lens 的包里面看有没有它。Lens 的包。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要把它去 clone 到 SRC 附录下，然后你编译的那边就要再多加这个模组，它自动就会去抠了。SRC 好像没有哎、欸，没有啊？那你就在这边去 clone 下，它就有那个目录啦、啊，然后你就可以安装啦、啊。你在我们安装的模组里面，就在打这个 package user， 然后后面这个名称打小写，嗯嗯嗯 ，OK OK， 它就会安装了，你就可以用了。好 ，OK， 就跟我上一次装的 OXDN 的一样嘛。哎、欸，一样。OK， 好。好。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接下来是我这一次的 paper。我这次的 paper 也是在探讨说那个有关于溶液之中的那个离子对我的。SSDNA 就是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对，然后它溶液里面的话，就是因为它的 SSDNA 其实它取得的方式比较特殊一点，它不是去找，它不是去找直接就是现成的单股的，它是直接去从另外一个 helical 的去直接去剥离其中一个，因为它是要去看那个。Folding， 他不是要去看 binding， 所以他就是直接从那个 helical 那边直接拔一条下来这样子。然后
它就是它有测试说那个，它就是它主要分成说的是 DNA 对镁离子，然后说跟 DNA 对水，就是对水分子这样子去做一个探讨，然后说它是把镁离子的那个浓度，它去调那个镁离子的浓度，然后去做对照这样子。然后它主要都是用那个 GOREMAX 4.5 4.5 4.56这个版本，然后做它的那个 helical 的那个结构是 436D， 它这个 ID 是 436D， 然后它是在里面有加30000多颗的水分子，因为它是为了要去看说那个就是分子跟离子对这个结构，所以它是采用有那个水分子的这个模式。然后就那个它的话，它就是它的那个镁的离子的话，它是乱数添加的，对。然后它是那个它的模拟环境的话，它是采用 NPT 去做模拟，然后说它的温度是，它到最后它会。它平衡的温度是那个三百那个300多 K， 然后之后 time state 它是设两 femtosecond 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它模拟出来的，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像它就只是把那个 helical 其中一股把它移掉，然后之后它去做，50 nanosecond 的模拟这样子，就让它自己折叠起来。对对对对对。OK， 这个是 O A 藤。对 ，O A 藤。它水多少颗？它好像是说三万。所以最讨厌就是加了水。对啊。加了九万。三万。31263，对吧？它 run 总共 run 多长？它总共。他是说，先在前面就是做两 nanosecond 的平衡，然后之后再去后面再去 run 50 nanosecond， 就动力学这样子。对，人家有很强的机器，对吧？然后之后这个是分别是好像是0到50，然后之后我们在50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完全靠动力学哦，完什么最佳化的方法都没有用，他就没有没有没有。对，他没有退火，不是从高温，不是，因为他是，他初始温度好像，他就只是做那个，他只是在那个300K 的时候，他做 minimize 而已，对，然后接下来就是。
然后他就是，然后就是他就是要探讨说那个镁离子的浓度对于这个单股的 DNA 会有什么样最子后的？构型的影响。对，他其实也不算是最后构型，他是说他想要探讨的是，就是浓度对这一整个那个形成，它就是这一整个程序的话会有什么影响这样子。然后这是他做出来的，它就是黑色的线的话，就代表说它的那个，它就是它的一个长度的变化。你这个是什么？RSD 哦。对，RMSD。然后他就发现的是，因为如果说没有太大温度变化的话，结构上是应该是不会到那么大的变化。然后呢，但是他发现的是，他那个所有的振荡的结果都就是。随着时间的话，它就是会变化，其实蛮大的。然后之后，它这个它的那个它的 particle 的那个一些振荡也是那个数量一次也是蛮大的，一次振荡数量也是蛮大的，这样，而且都是有蛮大的幅度的变动。然后就是它就是有去看end to end 就是它的两个端点之间的，就是，因为一段 DNA 的话，它是有分五端跟三端，然后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的两个头跟尾它的之间的距离，因为我们刚刚在这边看到的是它其实有一部分的时候，它的头跟尾是会保持就是很近的距离，然后他就说。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是其实是蛮奇怪的，因为照理来说的话，就是应该是保持不会有这么大程度的，就是变化整个结构的话，对。然后他就是他也有去去看每个回旋的那个回旋的程度，就是它就是会扭转，对。他有去看那扭转的程度，然后他发现的是，它扭转的程度其实，在这边的时候就是有类似有一点就是被，因为回转环境嘛，对，回转，对，回然后转之环境，看它 到底是不是缠绕起来，或是很膨胀。对，然后之后他就说，就回转半径的话，他说这个也是一个蛮奇怪的现象，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有去看，他要做，他就去看其中两个碱基，就是，变化会比较明显的碱基。然后，他就去看了之后，这有点小。他去看的时候，他发现的是，他们在差不多20到30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变化会比较明显一点。然后之后他说，你中毒是什么？纵轴是那个距离，他们相就是，对，就是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对，两个之间距离，就是他会先很接近一段时间，就是他会表现很明显，就是不安定。然后之后右边这种话就是它的波动。它波动也是会蛮明显的，然后之后，他说这个话，这个现象的话，就是，有点像是结构的崩坏还是崩毁这样子，然后之后，他这边的话，右边这个图的话是它的，就是水分子跟镁离子的一个关系，然后他会发现的是。它的那个水分子，就是它的那个水分子的话，它是会比较倾向于碱基的部分，然后之后它的那个镁离子的话，它是会比较倾向于就是附着在，就是跟那个 backbone 的话会有蛮大，会就是会保持就是有点像吸附的那个作用一样。然后他就说，这个应该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他有去变化
浓度嘛，然后他就是他发现的是在 0.01， 就是他是有他是加那个氯化镁，他是在他就发现是在 0.01 的时候到1m， 就是 1m 的浓度的时候，他说是有呈现一个他说那不安定的那个程度是先就是呈现一个抛物线这样子。因为从图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 0.01 算是它的平均波动是相较于其他的话是会比较大一点，然后之后随着浓度增高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不安定。这边大部分数据都是用这个 gyration ratio 在看它的结构变化。 对然后之后它就是也有去用其他方式去看它的那个整体的结构这样子。对，就是它就是主要是从外观来看。对，然后之后它发现的时候是在 1m 以上的镁离子的时候它又会恢复的比较正常一点。这个的话就是他在那个 0.03 跟 0.3 的时候跟 1m 的时候他去比较，然后他会发现的是在 1m 的时候他会比较安定，但是在 0.3 的时候他的波动会明显的大的非常多。对，然后之后这个的话就是他去看的，这全部都是 gyration ratio。 对，这片段很高，gyration ratio lens 里面直接就可以算这个，对不对？对，里面有一个 computer 在搞这个。然后之后他就是去探讨说，就是他归纳出来之后，他有画一个图，就是他这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两个碱基，他去画的那个，就是它的长度跟一些变化程度这样子。然后之后他画出来这个图，就是下面的话是他的那个回转半径的那个程度，它的影响程度，然后之后上面的话是它的两个端点的那个长度，然后之后他会发现的是，这个是浓度吧？这是浓度吧？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就对浓度这样子，就是它是随着浓度的话，就是它会先呈现一个有点类似抛物线，就是它会先下降，然后之后再上升这样子，它就是。他就说这个是因为他就是说在零点在 1.0 这个前面，就是这边就是特别是在 0.0 到 0.2 然后到 0.4 这中间，它会呈现一个大崩崩坏。这边是你的 RG 的分布，这边是能量，但是如果这个结构一个变数对的能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边就要再加，就是比如说你的 principal axis 主轴的比例，看它是不是偏向一个圆还是椭圆，然后这个本来是能量放在这个轴了，变成是一个三维的颜色了。如果可以分类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成功了。现在情况好不好？还可以。OK。对，然后之后就是它这个右边这个图的话，就是它的。右边这个图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波，它也是这个算是什么？看一下。哦，这个是它的一个那个，它把每一个的那个波动，它把它放上来对照，然后之后它发现的是，就是 1m 的这个算是比较。他的那个他说照理来说就是 1m 的这个会比较正常一点，然后说其他的话就是有一点就是会呈现崩坏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到最后他的总结就是说浓度是会直接影响的，然后说他就是说这个浓度的话他会直接影响到整个 single strand 的那个整个 folding 的结构，然后之后他就说，从 0.3 到 1m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
会直接影响，然后之后他说崩坏的那个程度，但是他有说崩坏虽然说是暂时的，但是如果说他如果说那个如果整个结构的强度在放大的话，崩坏的话可能会造成了蛮大的影响。对，好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